别跟我演戏了，那垃圾啊，你愿意要你要去，他可配不上我们家小米。我告诉你啊，下次方圆5公里之内让我看见你，你信不信我戳瞎你双眼？戳死你！好，那我先走了。不送。小米，别难过了啊，看着，俩人绝配。小米，你要是难受，别哭，我陪你出去走走吧，好吗？出来啊。 没事，你就让自己静一静。其实他跟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我和他这么多年闹分分合合的，都是我自作自受的。待在一个屎壳里边，摔倒了那么多回，还不长记性。 别说2天了，年假一旷啊，工司照发。你说的你也反悔。哎呀，你这个贪小便宜心一出来呀、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老韩，我怎么没这待遇啊？我也失过恋啊。行，这2天就花了也算啊。切。哎，小米，要不我上网给你查查什么特价的团吧？跟什么团？跟什么团？跟团多没劲啊！不跟团你出钱，小米人家这是失恋旅行，失魂落魄，走丢了怎么办啊？我跟团，就想一个人出去。 在家里面听我妈一个人叨叨，我都快烦死了。小米，去就去，不玩不行，我威胁你，不要力气。我上网查了啊。哟，折腾什么呢？啊，今天又不去上班了？我休年假了，我准备去旅行。去哪儿啊？不告诉你。好看吗？ 带妈一块儿去，哪有失恋旅行带妈的呀？等那个过年的时候我再带你去啊。那你也得告诉妈你去哪儿，你说我要找你呢啊？打电话打不通，你说怎么办？嗯，也对。我去哪儿呢？嗯。喂，旅行社吗？ 现在有什么好的地方吗？就是可以去玩的，最好呢有山有水，然后有游艇。对，私人别墅、游泳池最好了。啊？多少钱？哦，那个那还是国内吧啊。哎，我来。慢点啊。喂。 啊，我是他闺女，我爸现在不方便接电话。谁呀？啊，行。那个旅行社的，他们说你订那三亚双人游那套餐航班版的。哎呦喂！我怎么给忘了呀？半年前订的，那你给他打电话看能不能退了。人家刚说了，这特价机票不退不换的。要不你跟你奶奶去玩一趟？我这都马上期末考试还去玩啊？ 亏你还是人品较实，也不鼓励我学习。哎，我说你就甭演了啊！看出来。嗯，你们这分居呢，今年这双人游去不了了吧？上车。哎，你妈也忙，算了吧，还是我想办法，看能不能给退了。还算，你要是实在乐意冷战的话。 那你还是一个人去，说什么呢？不过我说你啊，爸，这纪念日你还跟国内溜达，我真是有点啊同情我妈。哎，要不你就一个人去，没准还能有点艳遇呢。是不是甩了？我这也不是让你出轨，我这帮你找自信呢，爸。你爸，我什么时候不自信了？ 师傅，你快点开行不行啊？我这是特价机票，不敢退的。好嘞，你坐稳了。喂，丽丽，刚买了家了吗？哎，我这说你这雌雄同体的呀，这啰里吧嗦的。妈打个不听话，你就揍他啊！就说是我受你的全力了。还有啊，跟妈老在。先生，别急，先生。
飞机上剪您那脚趾甲，您把那鞋穿上行吗？挺味儿的。这有您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多人都没事儿，就你这么多事儿，这公共场所得注意点公德啊！我乐意，行了吧？切，公德。 恶心啊你！飞机上你剪脚趾甲呀？你把鞋穿回去啊！这有什么不恶心？你不剪脚趾甲呀？啊！飞机上应该剪脚趾甲吗？你闻不见自己脚什么味儿啊？空气都被你熏黑了。你怎么不说我把飞机熏黑了？啊，那么多事儿，有那么多事儿吗？你不剪脚趾甲呀？臭脚趾甲，告诉你都溅我头上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没完了是吧？哎，我说你长得挺漂亮，姑娘，怎么出口就成脏了？ 这么大火气啊！你爸死了啊？多管闲事！你爸才死呢！会不会说话？少你！这么多人干嘛？没你事儿啊！呀呀呀呀！啊！呀，松手，松手！家长没教过你，不能跟女人动手啊！啊！两位先生，这太不像话了！这剪脚趾甲，你瞧这空气熏的！哎，我松手！赶紧把鞋穿上，踏踏实实坐到地方下飞机啊！松手！啊！ 哎呀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，听见。松手，松手，松手。行了，老小子，多管闲事儿，错。行了，请坐，系好您的安全带。麻烦您给我拿点湿纸巾。给我也拿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不行，这不行，得湿纸巾。 房子吗？现在是我的了。你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么能干？啊，
您看一下吧，有什么问题，别到时候退押金的时候再起什么纠纷。挺好的，你要是搬走了，这房子我得涨价。你可真行啊，一个礼拜都不接我电话。你怎么来了？那行，你随便折腾吧。啊，你来客人了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搬到这儿住，老马知道吗？不用你管，你玩跟踪是吗？你说说你啊，你买个现成的让他们送来不行吗？啊，会装吗你？我自己会装，不用你装。那什么，我有个朋友，他那套房子是我帮他装的，住了没几天就出国了，让我帮他照顾着。要不，你帮个忙。你走吧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好，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换一个房间？请问您是对房间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没有没有，特别满意，房间特别好。但是现在客户的需求变了，因为我是一个人来的，能不能换一单人间？哎，先生，您订的是豪华浪漫套间，如果说您要换成单人间的话，我们是不能给您退款的。没关系，不用退款，你就给我换一房间就行。单人间已经满了。啊？能不能给瞧一下呢？啊，换房间是吧？我给你换吧。你，你这也一个人来了，要那么大套房干嘛？我愿意住大房间呀，敞亮。我从小住小房子，里面憋坏了。哼。先生，那您看这样行吗？行啊，那我们俩就换了。你这房间里头有什么行李吗？我给你搬出来。不用，什么都没有。那稍等一下，两位还要出示一下你们的身份证证件。你刚刚在机场跑挺快呀。什么跑挺快？我刚刚没你救英雄，你看不见。谁呀？就你。好了，已经。谢谢。天鹅。
怪不得老是拉着你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重逢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泪先。假如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。油布都不是了，这人还得回来呀、啊。对不起啊，我有东西落着了，我拿一下我就走。你找鹅呀？不是，这放了一张卡片儿。哦，你找这个啊？好，打扰了啊。大叔，是不是王小明、啊？我看我没看，我是古装。你想给你流鼻血，我跟你说。什么？我请你吃饭。不行。吃饭，两顿。三顿。看一眼。好，一眼了。请问几位用餐？一位，这边请。今天人可能有点多，角落有个位置。没出去玩啊？你没吃饭吧？我也没吃饭，我请你吃吧，啊，正好你把大套房都换给我了，我捡了多大的便宜啊！真的用不着，反正我也没打算住那儿啊。你住不住那是你的事儿，换给我了我就应该谢谢。服务员，拿餐单来。啊，是最好的牛排来一个，龙虾。要老虎斑，再要一个辽参，带瓶红酒。吃得了吗？点这么多。吃得了啊。知道这饭菜不贵。知道呀，可
是我有钱呀。我没发现自个儿钱包丢了，啊？谢谢啊。叔叔，里面钱少没少？你怎么知道这是我钱包？上面有照片啊。哎，你别说，你那孩子长得挺好看的，像他妈吧？你爸爸小时候没教你啊？啊？姑娘家家的话别那么多。我没了。对不起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应该花少一点，那我就喝酒。姑娘家的，一个人别随便喝酒。啊，没事儿啊。哎，你爸没告诉你，你说话的时候特别像学校里面的教导主任。我没爸。对不起啊。这杯酒就当做给你赔不是吧。哎，其实咱俩挺有缘分的，都没爸，都失恋了，是不是？有句话说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喝杯酒用不着说那么多。嗯，您好，欢迎选购百草味，您可以试吃一下我们的产品。丽丽，嗯，买什么呢？这是百草味，天猫上卖的最好零食，我爸跟妈我都特别爱吃。是吗？嗯，好吃吗？可以试试一下。哦，还可以。嗯，是吧？嗯，味儿不错，健康食品啊。嗯，而且老少皆宜。哦，那咱们可以多买点。嘿，奶奶英语。吃的草莓干儿，行了，这没完没了的。你看看，哎，看这上头，这东西咱都买齐了吗？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就咱仨吃饭，你买这么多干嘛呀？说你这小昧良心的，今儿是你妈生日，赶紧给你爸打个电话，下班的时候回家吃饭，顺带给你妈买个蛋糕。我忘跟您说了，我爸呀出差去了。啊？出差？他个体育老师出什么差呀？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他出过差。嗯，他被学校提上先进了，学校奖励他出去玩，这也算出差吧？他还能当先进？瞧您说的，有这么瞧不上自己亲儿子的吗？我爸呀，虽然头脑简单，但是他四肢还挺发达的。行了，我就不说他了。就过生日这事儿，我头一礼拜就跟他说了。他忘了也就算了，哎，这可倒好，啊，出远门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，这儿子我算是白养。对，等他回来以后，我替您好好批评他，行吧？哎，那咱俩赶紧去买蛋糕吧，一会儿山里该关门了，快。那我妈，她说回来吃了吗？那还用她说？哪年不都这样吗？接着玛瑙回来，吃完饭你们娘仨再回家。嗯，那他今天没说有什么别的事儿啊？有什么别的事儿啊？啊，他抱着孩子能干嘛去啊？有什么事儿，这生日也得过。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奶奶亲手给他擀长寿面。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啊！赶紧的。哎，行。喂，妈。丽丽，奶奶在吗？你帮我跟奶奶说一声，今天我跟玛瑙就不回去吃饭了，我带她去吃西餐。你自己跟她说吧。啊？我妈。怎么了？喂，田野啊？啊？吃西餐？哎呦，这西餐什么时候吃不行啊？不行不行，今天必须回家，必须回家啊！玛瑙，玛瑙，哎呦！妈，你好几天都没来接我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你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妈妈最近很忙，都没有时间回家呢。你跟姐姐住在奶奶家不好吗？不好，我想你了，你跟我一起住奶奶家好不好？妈妈也想你了。不过呢，妈妈现在要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，所以。
还不能回家呢？什么任务啊？我能参加吗？我很厉害，可以帮你。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妈妈要参加的这个任务是学习独立，要一个人才能完成，不能有别人帮忙。那我也想参加呀。小妈能一直在参加呀，你最近不是都会自己吃饭、自己穿衣服、自己洗澡、自己睡觉了吗？这就是在学习独立呀。那你以前没学过吗？妈妈以前学的不好，所以现在要补课呢。那我都能在家里学，妈妈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妈妈。奶奶抱抱，奶奶想死你喽。嗯，妈，你怎么自己赶上面条了？让我路上带回来嘛，或者等我来了一起弄。哎呀，哪有寿星老自己擀面条的？妈都做好了，赶紧洗手，一会儿咱们吃饭了啊。生日啊？啊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嗨，你们忙，过生日都忘了。你说马克也是啊，这什么时候出差不行，非挑着生日这天。等他回来，我得好好说说他。妈，不用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不过生日。那可不行，妈每年最高兴的这几天就是给你们四个孩子过生日，你不能连这点我的欢乐你都给我剥夺了。嗯，玛丽，嗯，干嘛呢？赶紧去冰箱里给你妈把那蛋糕拿出来啊！来，咱们去洗手，准备吃饭喽，走。嗯，奶奶买了你最爱的栗子味儿的。酒量还不如我呢。今天也是田野的生日，嗯。谁是田野？我媳妇。秦二婶啊。嗯。戒指。到哪儿了？我没看着你戴戒指啊。海边游泳的时候掉沙滩上。哎，大叔，大叔你喝多了，你别乱跑。哎，妈妈，你把账单结一下。记房账。房间号是多少呢？529。哎，你看房。哦，您晚餐共消费3863。529。好。大叔，你喝多了，你别跟这儿折腾了，行不行？妈，
见。啊！那兄弟，哎，这儿。哎！别！对不起啊！喝多了，掉哪儿了？我，你别穿那么快了，行不行啊？我真没见着你戴那戒指。离婚了，戒指没了。就因为你把那戒指丢了，就跟你离婚了。我现在离婚原因真是千奇百怪的啊！你再给他买一个不就完了吗？那多少克拉的呀？懂个屁！兄弟，有啤酒吗？啊，有。先来半打。哎，好嘞。你都喝成这样了，你还喝呀？这可是海边，我跟你说危险、啊。姑娘，该干嘛干嘛去，你让我一人待会儿行吗？啊，别在这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叔叔，我真不是那管闲事儿的人。可是你跟我吃的饭，你说你要想不开再跳海了，你说这责任我负还是不负啊？我哪担得起那么大责任？你才想不开跳海了，我高兴着呢。你高兴，你喝什么酒啊？高兴才要喝酒啊！哎呀，行了，你让我一人待会儿行吗？那不行，你这样吧，叔，你要是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，你就跟我说出来，你哭也行，行不行？来，我陪你喝。凭什么哭？凭什么不痛快？没事儿，不丢人。谁失恋了没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啊？我当年失恋，我也没说过。还挺好喝啊，叔叔，我跟你说啊。人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，你别在那胡思乱想了啊！没事儿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不了从头再来，对不对？你男子汉大丈夫。拿瓶酒，你边喝去。那不行，那我得看着你。啊，大天儿，大海，跟当年是一模一样，连这海浪声都一样。哎，他妈做这人不一样。哎呦，叔，你稳当点啊！行，你先坐着。哎，这儿。叔叔，您房卡呢？你好，你们需要帮助吗？那个，我朋友他喝多了。嗯。那个，要不然你给他样板好了。好的，房间号是多少？529。客人的姓名是什么？我还真不知道。那客人的身份证有吗？我找找。哎呦，塞这么紧。出门怎么不带身份证啊？没带。那记得身份证号也可以。这我还真不知道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你朋友身份证的号你能记着？啊，不好意思，除非客人本人要求或者提供本人身份资料，我们才能开门，不然没法核实您的身份，无法保证客人的人身财产安全。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谋财害命？对不起，这是酒店规定，必须出示有效证件。叔叔，醒醒，你家都回不去了。嗨，不是，你看他都喝成这样了，这怎么知道呀？要不我给你提供我的身份证行不行啊？我也招了客人。您的证件只能开您的房间。这规矩死了，人是活的嘛，你这脑子真是，哎呀！叔叔起来了，嘿哟。您稍等，我去给你拿湿巾。您就睡这儿吧，您。
这个都是。哎呀呀呀！你家长没教过你不能跟女人动手吗？啊！没出去玩啊？稳重点，上楼把衣服换上。是天涯沦落人，好吧。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走走，起来了，走。去楼上，我请你吃法餐，大龙虾。走。我睡。我睡了。哎。你好重啊，叔叔。离我远点啊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哎。你吃回去，吃回去。哎呦，你别蹭我身上！哎呦，我求你！哎呦呦呦呦！快快快！哎哎哎！二叔，二叔，哎呀，二叔你起来！哎呦，二叔，这地上面，哎呦我的天哪！这本来以为啊，换了个套房，蹭了顿饭，占了多大便宜呢？这果然出来混，迟早都得还的。不是你这还的也忒快了点吧？二叔，二叔你起来，你起不起啊？行，等着啊，一会儿再收拾你。醒啦？怎么了？这么快就忘了我是谁？跑什么呀？你是跟我换房那姑娘是吧？不是，咱俩房间又换回来了。你猜呢？一点都不好玩，真的。大叔，你太逗了。节操还在呢。昨天晚上你喝大了，你睡的床，我睡的外屋沙发。哎呦，对不住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呀？这房间本来就是你付的钱，蹭住的是我。我这浴袍，你给换的。啊。可费劲了，你喝多了吐了一身，还吐了我一身，那不给你擦干净了，不得蹭一床啊？我衣服呢？送去洗了。我没偷你钱，我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吗？再说了，那也没多少钱，要是里面装了一张百万支票，我早把你扔到海里面灭口。我找房卡，我回屋换衣服。我昨天找半天都没找，能找着才怪。
不是你一张破房卡，你藏那么严实干嘛？你知道昨天晚上我找这张房卡多费劲吗？我。谁呀？你好，服务员。我想换衣服。二叔，再见。